不便等你，迟到一分钟罚款100，记得把工作服穿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属于恋爱关系，那不用我提醒你恋爱之间的距离吧。对了，如果你想牵手呢，你就直接告诉我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差点忘了。你轻点。他俩这是和好了？和我们打篮球这几分钟，感觉错过了一个亿啊！这猴子损失了5位数吧？哇塞，你看，不是我，就在一块儿了。这两个什么情况？谁知道？亲爱的同学们，老师们。老板可以松手了吗？手心全是汗。华东校园公益社团将携手社会爱心，看一下这个单子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呀，欢迎你可以具体了解一下。同学你好，看一下吧，谢谢。哎，一会儿你干嘛去？工作时间结束当然是私人时间了，你管我呢？那只要在学校的话都应该算工作时间吧。我要去招聘会。那你就这样去啊，不然呢？至少穿个正装吧。你不知道，做金融那些人都看人下菜碟。你，我有实力，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是看中你的着装打扮的。拜，我走啦。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我有实力，我看看你的实力。小陈，没人要你吧？你都不知道要穿件正装来吗？你知道哪儿能买得着又便宜、看又上档次的正装？上档次的话，就去商场买啊。便宜又上档次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